我们一定海珠为信，于情于理。那找到之后，交给谁？我希望永远都不要找他才好吧。这样我就不用跟 DLV 比。这个珠子，无论交到谁的手里，都会引起风波。我相信只有你，才能妥善处理此事。若是我们能带着定海珠回去，也算是一件将功补过的事。离开那个魔教妖族，回归正道。我把海珠交出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《诛仙手游》《诛仙青云志》。